看我一口一盒旺仔，旺仔被吓惨了。不能这么喝，放一个冷冻。不瞒你说，我早有准备，放杯子里。OK， 剪开啊！失误了，差点飞刀到处都是。捣碎，解压环节。倒牛奶，没问题。咖啡买了，收到。泡杯咖啡，拿出我最近都在用的咖啡，泡起来好喝又方便。倒杯子里，看起来非常丝滑。哇，这杯叫什么？旺仔冰沙拿铁，先尝为敬。也太丝滑好喝了，哪个没吃过的雪糕？谁？小心刺客，拿吃过的就决定是你了。今天要做什么？拿个杯子。老演员来了。牛奶。OK。雪糕切好。切豆腐的感觉。放杯子里。没问题。冲杯咖啡。又到了最喜欢的拆盲盒时间。今天是白桃味，这油脂真的很丰富。淋到上面。这颜色分层好好看。慢慢搅拌。有点过分丝滑。哇，这叫什么？雪山拿铁。喝一小口。也太好喝了，六瓶酸奶准备开炫，吓惨了。自制雪糕刺客，先撕开盖子。好了，盖子已经贴，试撕完了。放点水果，先来点切好的葡萄、哈密瓜、芒果、香蕉、火龙果。水果用完了，奥利奥碎，刚好有吃剩的，赶快搅拌。把搅拌的棍子也给它插上去，放冰箱，给大哥让个位置。开时间了，好，可以了，搞定了喂。然后开始拔萝卜，这感觉也太解压了。这火龙果颜色有点好看，怎么回事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奥利奥冰棍，这是芒果，香蕉太丑了不看了，还是火龙果好看。可以了，我来试吃。有点冰渣，但也太好吃了。让我们来打倒。哦，不对，是自制雪糕刺客。先把巧克力泡水捏一捏，然后把口子撕开，接着拿出酸奶倒到巧克力里面，记得手不要抖。好了，接着给里面搅拌均匀，找一个能放稳的杯子，接着插上雪糕棍，放冰箱冷冻四小时，接着就可以拿出来撕开包装了。先来看看这个抹茶味的，看着真想咬一口，然后是带果仁的巧克力，看着也是不错。最期待的草莓味的来了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有谁想吃的？还不试着做一做？打倒雪糕刺客，自制水果棒冰，来点青提，大小刚好就很快乐，随便甩甩。再接着不慢，青提搞定，然后是蓝莓，排着还算整齐，切成块的哈密瓜也来点，有点不好放就是了。搞定。火龙果也不能放过，不然你觉得我手为什么这么红？这是我喜欢的搭配，青提配青提绿茶，小心倒满，记得把气排完，然后把袋子封紧，准备放冰箱。蓝莓配葡萄汁，这颜色让你根本不知道哪狗能吃到蓝莓，你们觉得像什么？哈密瓜配小青柠，做出来是酸酸甜甜的味道，又搞定一个。火龙果配雪碧，这两种味道搭配起来非常清凉。一次性做了这么多，拿去冷冻，明天开吃。你们等的水果冰棒，来看看做的怎么样。剪开袋子，先把第一口吃掉，后面全是大口的果肉，吃起来太过瘾了。这是你们说的像雪包一样的蓝莓冰，还有哈密瓜冰棒，终于打倒了雪糕刺客。制冰合集，先来榨一个青葡萄汁。逃跑的小可爱，榨好了，开始做第一个冰块，在模具里倒入葡萄汁。接着我们一起来看，喷泉。接着是我们的老朋友，今天左边的是小芒熊，当然是芒果的芒。右边的小熊叶问墩墩累了，给他喝点加个乐。然后抬走下一个，这么少女心的模具，你们觉得应该放什么？我只想到放牛奶咖啡，应该还算蛮好看的吧。最后再做个小方格冰冰，先放点喝剩的绿茶，喝剩的茉莉蜜茶，喝剩的芒果汁，小熊喝剩的加德乐，雪碧，牛奶，都可以搞定。明天开拆，拆冰合集，先来看看这个小方格冰冰，大家还记得什么颜色对应什么饮料？反正我是忘记了。最后一个，
这个冰块怎么看着像果冻？再来看看这个粉红冰冰，我把这个月亮看成腰子，是不是没救了？冰融得太快了，甲虫都融成蜗牛了。来看看这个还算完整的小星星，这个也是小星星。接着是我们的老朋友，快醒醒！三个字形容，圆润。这只小蓝，就当没睡醒吧。最后是我们的青葡萄冰冰，没想到葡萄汁都沉底了，不过还挺特别的。好杯巧克力牛奶，差点刹不住车。教你做升级版，巧克力挂个壁。这个我会，就是把杯子涂满巧克力。赶快冰块，别着急，给冰块一点反应时间。牛奶 ，OK， 没问题。咖啡满了，剩下的两分要留给谁？连咖啡。精彩环节，又是橘色。OK， 泡好了，倒杯子里。过程丝滑又解压。给了。那这杯叫什么？巧克力叫拿铁。今天偷吃爆米花，下肥了。不能吃爆米花，上杯子。OK。冰块。直接拉满。爆米花。小问题啦。哎呀，掉了一颗。牛奶。好的，自觉倒到八分满。冲杯咖啡。盲盒时间到。哇，居然抽到了和爆米花一样的颜色。好吧，是橙色，拎上去，分层依然这么好看。给了，这难道就是爆米花拿铁？依旧帅的人先喝，非常好喝。制冰合集，先来个你们肯定没见过的迷你可乐糖冰冰，倒到模具里，你们猜猜另一半放什么？那当然就是雪碧糖。怎么还有一个飞到可乐那边去？赶紧摆好，倒上气泡水。为了看喷泉，我故意倒的慢一点。看这喷泉够大了吧？接着下一个，没错，就是两只小熊，那就来做个黑白熊。看这里，像不像小黑熊的脚伸出来了？盖上盖子，接着下一个，来做个小鸭子，用芒果汁倒满。好了，接着下一个，先用桑葚泡一杯水。拿出这个冰钻模具，桑葚水倒里面，然后慢慢给它铺平。好了，明天开拆，拆冰合集来了。先来看看这个钻石冰冰像不像钻石雨。然后是小鸭子，这清脆的声音真是解压。最后一个了，应该没有意外，我超过，给你们浅浅看一下。然后是牛奶咖啡熊冰冰。这小黑熊有些许潦草，再来看看小白熊，有点可爱。大家还记得这个吗？一个是雪碧糖冰冰，这个是可乐糖冰冰，同样有点潦草，还是放下吧。我又来偷吃荔枝了，喂！喂，日常杯下不能偷吃，拿个杯子。又是他放荔枝，我丢去喝，咱们又忘了。OK， 搞定，捣碎，没问题。赶快冰块，冰块满上是对夏天的尊重。糖浆收到。气泡水 ，OK。咖啡满了，木有问题。灵魂咖啡，盲盒开始。今天是野老色，泡起来香味浓郁。倒进去。哇，这种感觉真的太解压了。给了。这叫什么？荔枝泡泡冰美式。名字太长了，所以我先喝。真的太好喝了。